大家希望当哪一种？苹果。两个都不想。苹果型的身材是一个很不好的身材啊。如果你有足够的一些运动的话，它会让你的关节是比较灵活的。很多朋友都是过度运动哦，结果导致那个终身遗憾。终身重？他哪里重了？牙齿太白吗？还是？他不止牙齿太白，他鞋子还穿太高。以上节目由美硕营养素冠名赞助。